这都是什么？环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？黑环呢？那个哈梅尔呢？还有那么多从修河冲进来的怪物呢？啊！欢迎各位来到无尽的爱与欢乐之地。嘉年华游行就要开始啦！局长，小心！欢迎来到嘉年华！欢迎来到嘉年华！欢迎欢迎！吓死我了！这难道只是个机器人吗？有人来了。这是属于迪斯城的狂欢，灾难已经过去，天堂重新降临，伟大的城市啊，痛苦和恐惧都已过去，希望和欢乐留在这里。伟大的迪斯城，伟大的迪斯城，最美妙的表演就要开始。谢谢哈梅尔，谢谢哈梅尔，给我们幸福，给我们爱。外面看根本不是这样。赫卡蒂，我们被传送到什么别的地方了吗？还是说我在做梦？这不是梦，而且我们正被巨大的狂恶包围。不会错，这里就是黑环。可这跟广场那块差太多了，就连辛迪家随便哪个路边都比这凶悍。这是自卓亚诞生的环，包括时空、物理在内，一切规则都受他的意志影响。这是他的领地。人类，笨蛋！又迷路了，又迷路了，又有笨蛋走错路了！送他回去，送他回去！这是我们的游行，你不该过来，你不属于这里。Thank you.
你们快看，那些人偶。所以这些家伙全都是死异变的吗？果然都是幻觉，是禁闭者哈梅尔的能力。试一次吗？回去吧，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这个乐园不属于人类，不属于你。